Selina 婚前现身 ，Ella 死不认三月假。Selina 即将在下星期出嫁。苹果今天下午之际 ，Selina 搭着保姆车到唱片公司，她手脚还是套着压力衣，但已经可以自己行走，不需助理搀扶。对照七月时，她到蔡康永家做客，阿东必须扶着她，走路动作稍微僵直，现在已经进步很多。准嘉良的气色跟状况看起来拢真美白，晚上人吧人吗？陪她到餐厅。